各位同仁，请就坐，我们继续开会。今天上午继续市政总执行，第一位由李梅珍议员执行，时间45分钟。好，谢谢。谢谢主席，还有我们市长，还有市长的市府团队，大家早安，大家辛苦了。那其实本席担任议员以来，每一次质询都会强调，来提醒我们市政府要注重青年的就业、就学还有生育等相关问题哦。那是希望打造高雄市成为青年人最喜欢居住的城市哦，也希望高雄有更多的机会企业投资哦，来提供我们年轻人就业。那所以说，本席之前还有建议我们市政府，希望高雄哦有一个专责的单位来处理这些相关的事务哦。那其实本席在第一次第一届第四次的那个咨询的时候，有建议市政府来建立有青年展翅高飞平台，专门提供24岁至25岁的青年就业、创业、投资等资讯与协助，还有补助怀孕、生育、幼儿教育津贴，补贴租屋、修屋、购屋的资金哦。那其实想要请教我们的市府团队哦，高雄有一个专责单位来负责这些年轻人有关的创业一些事务的事项的整合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平台专门来处理哦。那其实根据那个内政部调查哦，台湾老化的情况哦，全台湾全岛哦，以桃园新竹最年轻。那桃园市平均年龄37岁，是六都里面最年轻的城市。桃园推出很多的福利政策，协助青年创业就业，跟让桃园成为宜居宜业的城市，打造桃园成为年轻人的第一站。那其实我知道高雄市一直在推动一个宜居城市哦，但是却没有宣传成为一个宜业哦，适合就业跟创业这样子的城市哦，所以这感到非常的遗憾哦。那我知道就是说，桃园是为了鼓励年轻夫妻生育，提供生育津贴每胎3万元哦。那育儿津贴3岁以前每个月3000元。桃园市政府推展亲子友善政策，让年轻的家庭哦甜蜜多一点，负担少一点，让年轻人敢婚、愿生，还有能够养哦。不止在生育的方面哦，生育和居住息息相关。在住宅的政策方面，桃园市社会住宅第一阶段已规划10座基地，有3300户的社会住宅哦。预计今年12月起的陆续动工，市府将包括政府自建、奖励民间兴办，还有包租包管、容积奖励，跟军方联合开发等方式，推动多元化社会住宅计划。那桃园也是第一个那个成立年轻事务局的地方政府，推动青年创业、公共参与，还有志工服务、国际体验、青年活动跟青年学习的各项工作，这样子重视一个青年人的城市哦。那他们的青年事务局在104年的施政目标哦，这句话很重要哦，就是青年具有热忱、活力、创意跟勇于挑战的特质，是国家竞争跟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哦。大家看一下这个部分哦，是国家竞争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那未来就是这些年轻人来让我们国家发展跟社会城市进步的关键力量，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城市要不要栽培年轻人的一个理念哦。所以为了打造一个年轻人可以在地就业、在地创业、快意生活、逐梦逐草、安居乐业的新城市的愿景，所以说他这个青年事务局将以协助青年充分就业、启动青年创业的契机，并建立制度化的平台，然后专责来规划执行青年政策，做未来的施政愿景，打造青年人可以在地就业、在地创业、安居乐业的新城市哦。大家看到这样的计划，非常的不错。那我知道劳工局一直津津乐道，就是说，我们的青年宜居津贴哦，实际上进度却是远远的落后。那我知道就是说，市长也很关心青年。好，谢谢。
今年的这个部分哦，但是这样子的团队却让你的施政哦有这样子的牵绊住。高雄市能够成立这样子年轻人的事务局吗？那其实如果说在预算不变，市政总执行，市府员工的编制那个人数不变的状况之下，能否有一个跨局处的任务单位哦？那这个部分哦，我想请劳工局长回答，是不是说看到桃园这样的状况，我们高雄市是不是可以学习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请劳工局长回答。局长请答。谢谢主席，谢谢李议员对青年就业的关心哈。那我先跟议员报告第一个。一开始你所提到那个青年创业的部分，那我跟你一样都是新手妈妈，所以对于下一代的未来的就业其实是很关心的。所以我在上任的这几个月，我就有请局里面针对目前青年的创业，包括现在所谈的三创、创业、创新跟创意这个部分，目前有的社会资源去做一个网络的平台整合，所以我们现在的网站已经有了，包括劳动力。包括劳动部或是经济部或是农委会以及国发会在中央的部会所有的创业资源，以及我们高雄市政府相关局处、教育局、经发局、农业局的一些相关资源，我们都有把它整合进来。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我们的经发局也有针对青年的创业有一个数位内容创意中心的计划，那劳工局本身也有一个创客空间，那我们也针对一些三创有办一些青年的创业的讲座，所以其实针对青年的部分就业方面，我们一直努力有在做。那最近也会开始找一些相关的局处，包括研考会、经发局，还有都发农业一起来针对于青年的就业的部分，我们再做一个深入的看要再怎么做未来的方向，努力来做。谢谢局长，局长你请坐。那其实看到桃园这样子的整合内容哦，其实不是创新哦。在上一次大会市政总咨询，我就已经有提到过，希望我们市府可以做这样子的整合，然后单一窗口来协助年轻人，就像桃园的那个青年事务局一样。那其实刚刚局长也讲了很多，我们劳工局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哦。可是高雄市政府对于协助青年的就业问题哦，还被那个审计部来打枪哦，就是说104年办理补助劳工教育训练，各工会联合组织业务费及设备费、移居津贴跟八项业务哦，编列预算计4043万元，那累积时数是4013万余元，那这个部分还被审计处来检讨哦，部分补助没有定作业规范，或补助作业规范没有周延哦，那没有适当的有绩效衡量指标哦，还有那个办理补助成果的考核跟效益评估，然后没有定那个补助业务管理考业务管考规定或管考的作业没有落实，然后还有补助案件没有在公家机关的那个网站来公开哦，所以说这个资讯也没有透明化。那还有再来就是移居那个津贴的计划进度落后，经费保留逐年增加等这些事情哦，那其实这样子的被那个我们的那个审计部来检讨这个部分哦。那其实我刚刚讲到了，就是说不希望我们劳工局一直认为说在这个部分做得很好哦。那既然说有被检讨的部分，也是需要大家需要检讨来讨论一下哦。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提的那个桃园这样子的举例哦，像桃园现在非常多的年轻人就喜欢在那个地方居住，所以在这个部分哦，这样子讲下来，我也想听听市长的意见哦。对年轻人这样子，是不是要在高雄创业居住，然后生小孩、养小孩这个部分，我想请市长回答。市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李议员哦。那我想在青年就业的部分，大概不只是我们的劳工局。经发局在中小企业，包括我们有些 Make 啊开放空间，那包括我们认为应该要有一些青年策略性的贷款的部分，啊这个部分
包括现在我们也希望中央有若干的研发单位，对于青年未来的创业上给予更多的空间。这个经发局的部分都跟劳工局合作，那我会觉得说，整个桃园当然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城市，那确实这个部分他们如果有很多优点，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学习。不过就是说每个城市的发展不太一样，譬如在北部桃园的部分他们非常需要社会住宅，那高雄市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我们对于弱势的部分有弱势我们的这个应有的照顾，那我们高雄市也有很多遗屋，遗屋量也很多，那我们会觉得这个部分我们怎么样子努力。那现在高雄市也有一些住宅它就是没有土地的权利，不过这个整个一个所有购买啊，其他你无土地款，但是其他这个部分，这个都是为了年轻人未来更有能力拥有创业，而不拥有自己的家己讲要安怎来组成一个家庭。所以讲，我们高雄市不管是整个劳工局，包括我们的金花局，对年轻人创业的这个空间，那高雄市我觉得我们的金花局在这个部分跟劳工局合作，我们是认为我们在这个部分包括跟我们高雄很多的大学合作，就是希望给年轻人有更多的空间。那我觉得我们还做得不够的地方，我们必须持续在这个部分我们内部再检讨再努力。我们总是希望让年轻人认为高雄是他可以追求梦想的地方，那我想在这个部分我们认为在这个部分我们愿意加强。谢谢市长，市长请坐。但是我还是建议我们的市府团队，就是说刚刚讲的，希望可以成立一个就是专门为年轻人服务的，像例如像桃园这样的事务局，然后让年轻人觉得有一个依靠哦。所以说希望就是说大家知道说现在财政紧缩，那在编制不变的状况之下，然后用一个那个跨局处的任务单位，然后我们就给我们年轻人哦有一个这样子的方向，然后让他随时都可以问到他需要的问题哦。那这个部分，我也建议市政府哦。那谈完年轻人的问题哦，我接下来要关心中高人士的问题哦。那中高龄的人士通常都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支柱哦。那如果说面临失业的问题，就会造成家中的变化。所以说，我知道劳工局哦有统计领取失业给付人数，45岁以上的民众比例越来越高哦。那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表哦，领取失业给付，然后推荐就业之45岁以上的中高年龄数，大家看一下，103年哦就有1483个人，104年也有1000多个，那总计哦有30.1%哦。那其实各位看到这样子的数据哦，历年我们劳工局有辅导5000个人以上就业，那属中高年龄者有达1000人以上去的就业人口，总计有高达30.1%的那个这样子的状况。那却实际上去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情形哦？本席之意就是劳工局的业务只重视我们那个表面的数字，但是缺乏真心想做事哦。那因为我就处理到一个服务案件，就是劳工局几家就业服务站哦，没有积极的帮失业劳工来寻找这些工作机会，然后是为了让失业者可以领到我们的那个失业救济金，就会请一些公司行号来配合，然后让一些登记的求职者找到劳工这些公司去面试。那面试完之后，有那个公司章就可以去继续领取我们的那个失业救济金嘛。那有一个朋友他开公司，所以就找了人才就去就业服务站登记。那有3家就业服务站，不管他们的公司要什么样子的人才，就是介绍求职者去面试，然后再请他们求职者的介绍单上盖一个章。那其实让他们觉得很困扰的
状况就是一周内 就有就业服务站、哦、就有三家就业服务站安排了十几个人去公司，可是他是要找一个行政人员，那就业服务站就安排一些工程师啊、退休老师然后司机啊、业务人员去面试，那其实他只要他只是要拿那个章，要盖那个媒合的章哦，那其实说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领就的那个失业津贴。那我知道，局长这样子的心态跟这样的状况，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业服务站是这样子的媒合工作。那如果说要确实帮这些企业找到对的人哦，不是在做表面功夫，也不是在统计这些人数。那我不知道说劳工局现在在那个就业服务站举办的小型征才啊，有多少成效？那这样子状况，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那有时候，这样子你举办这样子的征才活动哦，到底能够帮多少人介绍工作？那有多少企业参加？会很多人都是在像这样子做表面功夫吗？请劳工局长回答。来，局长答问。好，谢谢主席，谢谢李议员的关心哈。其实针对中高龄失业的部分，我们现在一直透过一些政策工具，譬如缺工的奖励或是雇用的奖励等等。那其实中高龄失业在职场上比较大的问题是他们的技能，可能技术上哈，现在因为产业技术的更新，所以他们必须透过职业再训练，给他们一个新的技术。所以我们现在的职业训练的班别，其实中高龄上来这边来上课的比例是蛮高的。那确实您刚刚所谈到的那个问题，是因为目前的劳动部所订定的一个失业给付的一个领取的流程，它有一个就是每一个月要有去面试两个工作的机制。那其实我们也有跟厂商有跟他们讲，如果你是面临有人真的不是来真的要面试，只是为了要盖个章的这种情况之下，厂商是可以拒绝盖章的。这个我们都有跟厂商宣导，因为我们也是希望是真的透过媒合，然后辅导我们中高龄朋友可以顺利的进入我们的就劳动市场。以上简单跟议员说明。局长，刚刚这样您的回答就表示您大概有点知道这样子的状况。那因为你怎么会把这个问题推给厂商呢？应该是说厂商他，我刚刚讲了嘛，他们要找一个行政人员十几个人去公司，那厂商这样也很困扰，他也没办法过滤他到底是不是要张还是我要用的人。那我们这边没办法就是把他过滤成说他去的就是真的要找工作，怎么会是厂商这个部分要来过滤这个部分？那这样子当你们的配合厂商还要帮你们看看这个是不是，或者是有一些只是要那些媒合的章，那我认为这样子劳工局是不是有点推脱之意？也这个如果既然有心要有行使这样的政策，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比较不妥。好，谢谢议员，我会再了解一下我们站上在协助我们市民就业的情况。如果确实这样子的一个推介方式已经造成厂商的困扰的时候，我们会来检讨。谢谢局长，局长您请坐。我想说劳工局如果知道这样子的问题哦，应该是立即的去改善哦，而不是把问题推在厂商的身上。那接下来呢，我知道就是说我们社会局这个部分哦，有提供那个怀孕妇女亲善的汽车车位哦。那其实我要针对这个问题来探讨，就是说我有看到一些数据哦，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对外的新闻稿宣称高雄有374个的汽机车停车位。那我从那个交通局的跟社会局的资料统计发现，这样子的位置哦，总共有411个位置，那显然这样子的数据是不符合的。那我知道就是说在那个市府所属单位有第二是区各区的区公所，第三种就是一般路边停车是136个那个妇女亲善汽车的停车位。那大家有看到一般路边停车的机车哦是没有的。那其实如果说怀孕妇女开车当然就比较安全，那怀孕妇女已经要骑机车的话，
就已经非常的不方便了。然后他机车的重量有时候他还要搬动，可能也更不方便。那这样子的部分，我不知道说为什么一般路边停车我们的机车格是没有的部分哦。那我知道就是说现在在高雄市人口最多的凤山哦，有11个车位。那左营区有7个车位，南子区有5个车位。那我们社会局要行使这样子的政策，车位这么的少，是不是就是有点敷衍了事哦？所以说，接下来又看到说机车的一般路边停车却没有车位，那如果行使这样子的政策还这样子敷衍了事，那是不是有点糊弄百姓呢？现在请那个社会局长回答。来，局长请答。谢谢主席，谢谢议员的关心哈。我们现在。411格里面还是汽车比较多，因为在我们的理解，通常如果怀孕的妇女骑机车出门，可能是比较不安全的状态，所以我们通常规划比较多的是汽车的停车格，有239是汽车停车格，那个机车的停车格是172。那这个部分，我们有结合跟交通局，有跟一些民间的地上跟地下的停车场的业者，也有跟区公所一起来做合作。那民间的业者他反而是比较愿意提供机车的停车格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原则上还是比较鼓励，如果妇女这段期间出门，尽量不要坐机车，但是他如果那是必要的交通工具的话，我们还是有提供这样子的选项。那如果说议员您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再增加，我们会再跟相关的单位再协商，看可不可以再增加相关的部分。只是说这个部分虽然现在相关的法规有在鼓励，但是现在都还是止于鼓励的阶段，没有相关的罚则，所以我们在推动起来有时候民众还在劝导的阶段，谢谢，那我们还会加强这个部分的宣导。谢谢局长，我提出这个问题只是提醒一下说，我们社会局就是如果要实行这样子的政策，当然就是多注重一点。那刚刚您提到就是说孕妇妇女骑机车，当然知道很多比较多的那个危险性，可是因为现在景气不好啊，我们高雄市还是以机车主为居多，所以这样子的人数还是属于大宗，所以说这个部分还是希望局长如果要实行这样的政策，我是希望说就把它做得比较彻底，让民众比较有感呢，不要这样子就是做刚刚我讲的凤山那么多人只有11个，然后我左营7个，南子那么大的地方5个，那这样子的地方就有这样子状况是有一点敷衍的状况，所以这个如果说回去再检讨，希望社会局对再检讨一下，看看是不是针对这样的政策把它做得更完善。谢谢，请局长请坐。好，谢谢。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家就是很关心我们的那个长照 2.0 哦，那大家都知道长照 2.0 明年就要上路，那过去10年就是因为长照那个服务的对象有限哦，所以深受诟病，因此长照 2.0 哦，标榜透过全新本土的量表深化设计，那将过去被排除需要照顾的失智跟衰弱老人纳入我们的长照系统，但是卫福部的官员坦诚哦，有鉴于部分县市的服务网尚未建置完成哦，所以在各县市明年可以自由选择使用新量表，或者是沿用旧的量表。那本席了解说，卫福部的长照 2.0 的量表不但是 APP 版哦，未来甚至连同行的人哦，都会载具平板电脑一起供应。那所以说在各县市哦，所以说未来照顾这些管理员只要有人手一机哦，所以就可以评估建档也会一次到位。那长照 1.0 跟 2.0 的差异哦，大家看一下，长照 1.0 是日常活动功能，还有工具性的日常活动功能。那长照 2.0 哦，除了日常跟工具性的活动功能之外，还有沟通能力、特殊及复杂照护需要、认知功能及情绪及行为，然后还有居家环境、家庭支持跟社会支持，主要照顾者的负荷哦。那我在这边呢，也请教一下社会局长、卫生局长哦，高雄去年哦，知道开始试办
这些实测，实测的状况如何？明年要进行长照 2.0， 有没有技术性的问题需要克服？还有卫福部提供每位管理照顾管理人员的行动载具、平板电脑，会分批给还是一次到位？执行上有没有问题？先请卫生局长回答。来，局长请答哦。谢谢主席，谢谢李议员关心这个部分哦。那长照 2.0 的这个新的，我们叫做多面向的一个评估工具的部分，那的确如李议员所提到的这个部分，我们增加，因为它增加包括预防跟延缓失能，还有失智，还有居家医疗等等那些更完整的一个长照的照顾，所以需要这样部分。那部分我们在照管专员的部分目前已经完成受训，那预计在明年1月1号就要上路。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初期可能会照管专员在整个载具的部分是没有问题，但是主要是说他们在熟悉度上面，因为它复杂度变比较高，所以这部分会在整个评估上面的时程会稍微有一点点需要熟悉跟上手。但是因为为了这个部分，那我们也目前是我们有一个示范计划，是跟高雄农总做一个连结，所以高雄农总在出院准备计划里面就会把里面有关于我们的多面向的一个评估工具这个部分哦，做接近于完整的评估。那所以这样方式的话，其实对于包括从如果是他这个需要长照的一个像民众是从医院出院的时候，我们希望未来从医院本身就可以做好相关的评估。那我们的照管专员照里面可能到最后只是需要去做一个家庭环境的一个部分的一个了解，跟主要支持可负荷的在居家的部分了解。那这部分其实整个我们在整个长照工作的准备，这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准备。那我想知道，就是说中央补助的经费啊，是不是能够支持高雄市政府想要达到照护的数量跟目标？目前其实是我们是大概预估，大概目前提供的经费大概是涵盖率大概在40%+哈。那这其实是里面有，其实要跟议员报告一件事情，说整个我们预估的部分40%还没达到我们满意的程度。但是有一个重点，是因为在过去长照的照顾里面，我们缺乏一个很重要的叫做自立协助方案，就是说不卧床、不约束、不包尿布，这个这样子工作。那这个部分其实是目前我们在明年度会加强的重点，就是透过这样方式其实是会降低，而且让民需要长照照顾的我们的民众他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包括生理上的自主以及心理上的自尊，那所以这部分其实是要同步进行。那因为它是目前长照规划并不是说一步全部到位，所以以数字来讲可能看到的是说没有到涵盖面100%，但是事实上在整个工作的推广上面，我目前说这样子是一个是我们目前明年要做的已经是一个比较饱和的一个工作程度。好，谢谢，谢谢局长。局长，你请坐。那社会局长，请你简单的回答。局长，好。我们跟卫生局在这一块的分工，就是民众到我们长照管理中心登记之后，会由长照管理中心的照管专员先行做评估。像目前应该是36、38位左右，那据说已经跟中央极力争取，明年会再争取相关更多的人力来进行评估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人数也会扩增。那只要评估下来之后，哪一些对象适用哪一类的服务项目，就会由我们社会局这边来在我们的照顾平台上指定 assign 我们相关的不同的照顾人力，然后进去不管是到宅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相关的服务。那到目前都还是就现有的工作人力在做训练，还会再争取更多的照顾人力获得他必要的 license 进来之后，希望我们未来在服务量能提供上可以达到民众的需求。那目前第一年的相关经费都还是由卫福部在支持，那我们现在一直在跟中央争取确认，说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经费的比例可以中央挹注多一点，因为如果到时候未来要比例一直
地方自筹的部分要增加的话，未来人数增加，其实地方也是财力压力很大。谢谢，谢谢局长，局长请坐。那我这样问也是希望我们市府可以多争取中央补助多一点，让我们长照 2.0 的这个政策实施的更好、更周全哦。那我接下来呢，我要讨论的是都更计划。那我们知道说，蔡总统在都更计划政策主张11月14号定案宣布，透过老旧住宅更新带来带动国内内需的市场，然后要求行政部门月底前提出规划的方案哦，对于安全堪虑的老旧住宅能够给予容积的诱因哦。那我知道市长这总统的这项政策是当时有行政院长林权跟立法院的民进党团还有您哦召开执行决策会协调会议时决定的。那总统认为说都更计划的进行加上相关经济活动固然可以创造可观的经济产值哦，更重要是内需经济的动能，这才是我们重要的政策目的，也是政府当前应该努力的目标哦。那其实目前国内超过30年的老旧公寓住宅，根据估计哦，有14万栋，超过100万户。那其实这些老旧住宅也普遍都是公共设施不足，公共空间缺乏，还有品质，所以就是蛮危险的。那还有5万余栋有建物耐震安全的疑虑哦，所以必须那个补强或重建。所以总统要求加强整合民众参与的意愿，然后提升财务的可行性，强化专案经营管理。其实这三个重点主轴来解决前述的这些诱因、资金跟互信三个不足，那就希望来推动这个老旧公寓住宅的更新哦。那大家看一下这个表，就是说现在第二季六都的房屋税及住宅平均屋龄，我们高雄市哦，平均屋龄是28.79年。那其实超过30年的那个屋龄的房子也蛮多的。那市长对于总统宣布的政策，高雄市政府在未来老旧住宅如何进行都更的计划跟执行哦，所以高雄市平均的屋龄是28.79，很多房屋都那么老了，然后也超过30年，对来未来的都更会牵动到更多人居住的问题，所以要谨慎跟周延哦。那这个问题，我想请市长回答。市长答问。谢谢。台湾目前，从台北的文林烟事件以后，我们的都更面临更多的困难，好像必须要有100%的整合地主的意见，这样社会包括地主才不会反弹。在整合的过程很难达到100%，所以我认为到高雄目前来讲，我们有3件是重建，4件是整微型。但是我会认为说，高雄未来都更大概就是整个容积价值的高低，这个大概是一个我们都更推动，大概是一个最大的关键。不过除了这些以外，我们愿意跟李院说明，那高雄有很多的一个规划，对于整个都市的再生作为，包括亚洲新湾区，大家可以，李院可以看到亚洲新湾区的周边几乎是翻转再造都不一样。另外文化局黄埔新村还有移住代户的这些计划，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模式。那都发局我们有风貌的营建，还有整建装修，还有整个经营补助等等这些计划，就是说整个都更不只是说重建，有很多的过程。那接着说，当然现在总统他们提出都市更新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有些南北北部双北的部分大概都更的部分啊，在南部的部分也并不是我们未来在整个整修重建包括维修包括都发局跟相关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愿意再跟大家跟相关再来讨论，怎么样子逐渐来推动，让这个城市有更新的风貌。不过我刚刚特别提到，
像亚洲新湾区的周遭，那几乎也是一种很大的都更，那几乎是整体的翻转。那我们未来在这个部分，都市发展局等等，我们也会在这个部分再加强。谢谢市长，市长您请坐。那我刚刚提到说，因为总统的这项决定哦，可能您也非常支持哦，所以说也希望运用在我们高雄这个部分。那我刚刚讲的高雄老屋其实非常的多，那很多人我之前也提到，就是说很多人从高铁下来，然后一下来，然后看到那些眷村的房子是非常的老旧。那这个是我们那个高雄市的门面哦，有时候这样下来看到这样子老旧的房子哦，我会让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没有进步。那因为刚刚市长有提到亚洲新湾区，大家都非常期待亚洲新湾区可以让反转高雄，但是因为我刚刚讲的很多现在大家都依赖在高铁，那可能就是飞机上也已经没有南北的飞机了，所以说在这个交通的主要干道上，我是希望这些老房子可以做一下，做一下比较快的改善，让外地人或者是观光客来我们的高雄，看到这些第一眼的第一印象，这些新房子的话，我也会认为说我们高雄市的确进步很多。那当然，如果说来高雄玩的一些观光客或者是外地客来看到我们高雄转一圈，能认真深度旅游，是觉得我们高雄有改变。但是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因为我知道非常多的国家、许多的城市哦，他们都针对这个部分都已经在做改变了，那也希望我们市府团队可以往这样子的努力。那以上的建议就是说，刚刚不管谈到青年啊，还有怀孕妇女，还有长照 2.0， 希望我们市政府这些部分，既然有做，还有劳工啊，做一些政策，就希望把它做得完善跟周全。那以上谢谢主席，我把剩下的时间请那个刘德林议员来咨询，谢谢。我在想说，针对的我们的议员呢、都是非常的关心，包含我们政府，从小孩子的生育率，到我们的教育，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就业率啊，还有怎么辅导我们的青年就业，这些又一连串的，从我们这个政府的责任，从我们小孩子一催生，我们到了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国籍，我在想说，这都是政府的责任。不过现在推动我们长照 2.0， 我在想我们李议员，我们所有的议员都很关心。可是，在 2.0 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大家刚刚讲到，希望青年能够就业，青年能够生育。可是，在后面我们必须要检讨的一个 2.0 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项次，就是这些老人家，我们来讲的话，家里面这些老人家现有的，如果是重大失智失能，然后必须仰赖的一个护理之家，这个人数相当的庞大，尤其在高雄市，我们的人口老化已经到了这个，到现在我们上次提到是104年，现在105年，是年底的话，它是37万了，很快啊。所以说，在这上面，年轻人的沉重跟家庭的一些沉重，如果说我现有的资料将近5200户，那如果还没有提出申请的这些家庭，我在想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现在的我们长照里面有提到一个最重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我们护理之家，它既然在框列的这个长照里面，它是框列在第一个项次，可是真正护理之家，也是长期我们高雄市政府这个市长对这上面也很重视的部分，就是我们编列的预算是将近6亿多，可是在这上面还是杯水车薪，还是没有办法承担呢。可是很多的一些市民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他必须要养小的，还必须要去承重这个年长的，他真的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说本席就再三一直来这个催促我们高雄市政府，在这上面我们的所年轻人跟我们高雄市市民所期待的我们 2.0 上路，在 2.0 上路里面，我相信这个盲点相当的大，而且中央你不能说是只能在喊这个长照，可是你真正的并没有下放的经费。我那天有提到，我们市府团队应该不管推动小组也好，或者这个社会局也好，这个项弄的，我想他们都应该是已经准备到位。可是最重要的，
我们来讲，我们只欠东风，我们的经费的预算的规模，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嘛，市长，你没有办法做到。你在这上面来讲的话，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后续的要申请的人很多，他压力的这个沉重非常大。我请市长在这上面跟我们这个整个长照的经费都没有办法这个很充分的状况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未来我们所在这个提到的长照 2.0 跟我们市民怎么样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很重要，请市长答复。哎，市长答复。谢谢。那谢谢主席，刘议员特别关心，那几乎刚刚听到就对于比个重度在身心障碍在护理之家的这些个案，他现在所得到的补助是要看他障别的类别不同，那不同的话从25%到10%全额的补助，但是他全额的补助大概是21,000，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若干现阶段在护理之家需要照护的这些人可能还是不足，那所以我会认为这个部分我们也会继续跟中央在这个部分来做一些讨论，如果有一些不足的，有一些必须在我们护理之家他可能是对非常重度这些经费，那家里我想家里的负担也没有办法再来承担这个部分，那如果有这种特别的个案，那我会认为我们当然要协助，那我会认为说如果特殊的个案的部分我们会检讨说怎么样子特别来帮助他，那我会觉得说有一些人，那我也希望我们卫生局社会局针对这个部分，有一些他你如果现在全额补助对他来讲还是非常困难，那我们应该怎么协助，那是不是我们也有一些民间的资源暂时如果中央在制度的规划上还没有那么完备的话，我们是不是针对特殊的个案，我觉得我们来协助他，我们基本的原则就是说最弱势就最需要给予我们最大的照顾，所以我认为有一些这当然不是全部，不过我会觉得特殊的个案那我特别的困难，我认为我们卫生局社会局这个部分我们都愿意关心，那另外我们也会跟中央他们未来在经费上有一些特别严重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他们在预算的宽裂上应该要让各县市政府地方政府在这个部分能够未来照顾需要长期照顾的这些长辈或者需要照顾的人能够更周延，谢谢。也就是这个针对的这个长照我们大家都很期盼，可是在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关卡，这真的是压迫了每一个如果有遇到的这些我们的市民家庭这家庭里面他所面对的这个真的是很重要，所以说我们来讲，我们请政府要很这个正视到这个问题，当然你鼓励生育你鼓励就业你鼓励，可是在这上面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社会现在所呈现的一个非常重这个严重的一个整个的呈现出来，真的年轻人我接触的不管是年轻或家庭有的这些都沉重的这很大的一个负担，尤其我们政府的资源上面这个部分是否已经框列到这里预算，那我在想中央政府在2.0的上路更需要能够了解，我希望市长在这上面能够把地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声音能够反映到中央，2.0的一个精神在这上面是赋予很大的一个大家赋予很大的一个期待，可是这个期待是落空的，这个落空呢我们希望就是说市长还能够在这上面再做一个推动一下，我在讲我们行政团队都已经准备好了，唯独你如果说只欠东风你叫他们怎么办，是没有办法去达到市民所期待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刚市长也有提到黄埔新村在市长拍板定案之后现在的整个的一些都在进行，可是这个预算的框列跟他的那个文化的一个还有人文历史他的这个精神
我一直都我感觉到只是以住代户，只是以住代户的这个上面来讲，我认为是不是市长把这个我们今天来保留文化的一个这个定点，我们是希望它里面的历史跟文化跟人文结合，我们怎么样做得更好。所以在这个黄埔新村的这个预算的架构之下，我在想财政是有困难，可是在整个预算书里面的框列并没有看到，那我在想说是不是请市长看看这上面我们要怎么面对未来。那我在想既然市长有那么关心的这个眷村文化，你应该是非常那个能够在这上面有一个计划的一个推动，请市长来表达。市长答问。谢谢留言。有关于黄埔新村，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史哲副市长或者尹局长，他们对黄埔新村是非常重视，我在这个过程之中也是尽很大的力量。不过现在我们怎么样子让黄埔新村有它我们历史的轨迹，有它要呈现我们眷村的文化，那现在我们的所有的补助案，那文化部正在审查中，那我会要求我们高雄市级，尤其是我们凤山区，我们许志杰立委，我们会要求文化部在这个部分对我们提出来所有的补助的经费，希望这个部分赶快核定，他们正在核定中，那我想这个速度应该要加快。那如果说文化部核定下来的经费如果还有不足的部分，当然高雄市政府为了整体，我们认为黄埔新村希望成为我们理想中真的对于眷村历史文化生活形态等等，这个保留是我们很重要历史的一部分，我想如果不足的部分我愿意支持，谢谢。好，咨询完毕，休息十分钟。